现在我要解说的是小老鼠。首先，我们先做肤色：一熊耳，二熊耳两个，耳朵做3+3，两个双泡，然后把它围一圈。这个耳朵同样。接着，我们做四，后面熊耳，再从后面做四。过来连接，往上面做六，六，把这个两个耳朵夹住，后面再做一个六，下来连接，脖子做三，后面做两个熊耳，下来做六，两个八环炮做它的脚。六加十连接，然后把这个十围一圈拉紧，连接，让这个十拱起来做它的后背。连接好，我们往前面做两个四胸耳，做好。把这个肤色，手掌连接好，接着眼睛做一对，然后从这边空隙穿过来，还有最后尾巴，尾巴这边一个小泡，然后这边充少一点的气。夹住，我们这个可爱的小老鼠完成。